到底是病价什么物件会吸引人，或者是高级尊贵的物件受人追求？欢迎收看今仔的水电爸爸，大家好，我又过来啊。好吧，俺今仔无奢华的马桶啊，因为一家要买四个品牌，所以俺无遐侪预算。啊，不过吼，我那卖怀疑呢，这每一条的牌价吼，拢爱两万外块以上的，我那算足够级别啊。有一条的牌价，我看改成五万几哦。啊，你啊想看卖这四粒买开，所以俺这一期去爆预算。我裤底也搁空空啊。啊，大家卫浴要整修的时阵嘛，你选马桶的时阵，可能有足侪考虑的点，比如讲像品牌啦。还是计小，还是冲水模式，还是个抗污涂层，还佫有诶无诶物件嘛，拢足侪考虑诶点。咱即届个买四个，平常是较侪人要求要看伊新入诶品牌，来看伊个冲水模式有啥物无同，还佫有对镜诶涂层比较开较有效安尼。好啊好啊，啊要看进前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铃铛 ，Let's go！阿王爸，啊，你对马桶抗污的原因有啥物了解吗？哦，我大概了解就是安尼啦。因为一般马桶咧烧的时阵吼，有七百几度的，啊嘛有千外度的。啊，你七百几度甲千外度，伊烧起来的时候，就去影响到每一间伊马桶的毛细孔。就是因逐间厂商有无同的温度咧烧，对。对啊，这就是分因的品质啦。啊，过来的时阵，每一间的纳米涂层拢有因家己的专利的物件。啊，所以迄个纳米涂层起来的时候，就是咱顶啊，咧用的金骨啊，是咱咧冲水有诶无，拢总会影响到。啊，就是因为伊这特殊的釉料涂层足重要无？通常因品牌马桶拢会人民官网写讲，请勿使用强酸啊，是强碱的清洁剂，安尼破坏因的涂层。像迄金金迄拢是涂层，这拢是啊。系啊，按头前有讲到这一集的制作费报表嘛。嗯。爱感谢这届赞助厂商虾贝，好吧。按头前有讲到嘛，这一集的制作费报表。哦，真正平呢。爱感谢这届赞助厂商虾贝，像今麦足侪物件拢起价，对不对？大家要买生活用品的时阵，可以当使用虾贝，赚一寡现金回馈，来加减赚。加减好，差偌济差足济。啊，像要买清洁用品的时阵，可以看看虾贝 APP， 也是伊个网页开开。像我今麦家伊个网页开开啊，内底可以咱看到各大平台，像 PC Home 啊、家乐福、乐天、博客来、特力屋，对不对？哦，各种的品牌拢总有，恁也有需要，还是要拣看到一间拢总有。哎，逐间回馈趴数无啥共，伊个卡可拢有写，最高回馈几趴可拢写互你看。啊，唔系安尼尔尔咧，咱个人搭配信用卡。有现金回馈搁较济，你啊搭配信用卡的回馈，回馈卡就是愈济啊。系啊系啊。啊，透过虾贝点击 PC 用，其他的购买过程拢同款，只加一个简单的动作，可以让获得现金回馈啊。像我今点互大家看，点击 PC 用内面，等你调节，伊个转换过 PC 用。哦，有啊，阿贵，像卡我讲要买清洁剂嘛，你个其他的步骤拢同款啊，把马桶清洁剂，伊个同款拢出现啊，咱就凊彩点一个。看到马桶清洁剂顶管阁有写，非盐酸类清洁剂、无盐酸类特殊气味，还是啥物物件？有当时啊，伊个清洁剂下卡阁有写，伊是中性的，迄个家己爱去检，家己爱去看。啊，当然的咯，一般我嘛拢叫人唔好用盐酸迄类个物件，用较中性，较袂去破坏着本身的釉，然后是纳米层安尼啊。咱较早看到足侪飞啊吼，飞阿婶啊，逐工撸啊，撸到迄有够厉害，撸到金丝丝用四五十年嘛，又还是金丝丝啊。迄个是家己的涂层拢已经撸掉去，撸到变你的土的时阵，佫有在了，撸到金丝丝真正有够厉害。哎呀、啊，啊，其他的购买过程拢同款，像我已经加入购物车啊，对不对？啊，那结账的过程拢同款，付款方式可以让在你店一堆付款的方式，哎、啊，我用信用卡一条拉本好。看人家的马赛克，无坏资料，讲照照出去。看大家盗用你的会去。我看这画面之后，你就知影你购买完成啊！你看我的右上角，给我写一个订单成立，按那个回馈啊，有无？按个挂杯料，对不对？一个现金回馈，而且伊的现金写当。只要伊个金额累积到200块，可以让提领到你指定的账户。像我今一点155块啊，安来看一下我进前买啥物件，现金回馈。好、哦，我进前去家乐福买物件，伊可能有回馈，但是啊，如果处理中，等你啊领到这200块之后，你可以让领出来。哎，200块是现金，伊也转咧咱的口子给咱的呢。哦，而且咱有透过咱资讯栏内底专属推荐链接，哦，咱就用先领到100块。
在回馈曾小贝，赞！我和你有必要吗？赞！同伴，今仔要测试抗污涂层的方法就简单，等下你个用喷枪加迄个红土的砖啊角，嘿，要甲割破嘿，要加用因为增加粘性，啊，佮有安前置作业离开遐山嘛，佮你迄个灰土甲全部染染的，等下个甲用遐物件，但马桶内面喷十秒钟，还是五秒，啊，等五分钟之后，佮冲水看内面的状况，你就知影冲会冲去啊，冲袂冲去嘛，啊，这就是咱第一次的测试嘛。第二间测试就是同款喷十秒钟，啊，佮要放三工，佮来冲，看伊的抗污涂层到底有较厉害无？放三工佮冲袂掉，安尼就真正足厉害安尼。正常唔才出来等。安这可能一点啊参考价值尔啦。啊，要测试进前先分享一点啊小知识，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哦，要上便所的时阵，先移一点啊水后马桶的涂层，伊啊温水了哦，佮较袂黏的，啊，大家当试看嘛安尼。哦，算讲伊的涂层啊是咱消化品较袂直接黏的，咱的马桶。但是我們今天不做這個動作測試，我們可能就是水底好，先裡面給有水，然後再來切這樣。好啊好啊，好吧，你現在拿那塊什麼東西？一般這磚子大家可能沒看過，但不過這是葉不燒的磚子，大家就沒看過了，這是原圖，就是要把它放給羊，怕那磚子我們拍的土，跟我的皮土的時候，它會沒夠黏性，所以用這塊羊较等下增加伊个粘性，啊，较喷落大家看。掺一点啊有粘性的土，安尼较袂讲拢无粘性，冲会去走啊。系啊，啊，所以我准备啊放咧水好养。嗯，这条工去养土的，规地砖啊，看看沉沉起个时，伊才会变作土出来安尼。伊这一定用压缩过啊，伊压过啊，较硬，唔免烧个就硬。啊，因咧做砖啊，一定爱压过啊，才有法度通啊安尼烧起来呢。哦，这都较紧啊，有啊。哦，较快弯土，安尼要扬伊。嘿啊，这弯就是伊原土啦，啊，迄、那个师傅啊提这给我，讲这较紧。继续。哦，经过7:49，一提炼了后，咱即马要甲加入去啊。这块砖啊，你有看变安尼？变色的啊，全部羊啊，一口一口。嗯，我这化骨汤。啊，你真个要甲加入去皮土内面啊吗？嘿，咱即马经过咱提炼了后，咱即下即趟来甲加入皮土内底。有人要啉无？哈，就跟奶茶同款。这咱咧啉咖啡无？卡布奇诺啦，赞！够泡沫安尼。来，想要啉？来哦，我加一个。来，啉咖啡，啉拿铁哦。真要赞的，你有看无？真的就是拿铁还是卡布奇诺拢会使，颜色够足水的哦。经过咱的提炼，咱较等下将这桶的物件，安尼每一咖啡桶拢甲喷落去。哎呀，试看伊的涂层到底好啊歹，还是效果安怎呢？嘿，咱甲看每一粒效果啦，甲伊的涂层安怎样安尼。哦，啊，你即摆阁要创啊？加一点啊巧克力粉的。嘿，我阁加一下砂糖加巧克力粉的。这经过阮制作过来。过去，哇，真赞呢！哈哈哈！我就是饮料，就是安尼做出来。这咱来咧食巧克力的奶泡啊，有诶无？就是这啦，咖啡的奶泡。佮加一寡巧克力啊，是苦的物件，安尼较有口味安尼。这算原味，安尼偌好食呢！哈哈哈！哦，所以电爸爸特调卡布奇诺，买恁的蛋糕，免费每人送一杯。哈哈哈！你袂巴肚食，我无管的。哈果然来测试啊！好，过来来来测试啊！好吧，咱第一个要试的品牌是啥物品牌？这就是马桶界爱马仕可乐，伊的牌价50000几块。嗯，按过咱第一个经销商的网站来看的时，大概在25000多左右。啊，待下要测试的时候，咱头前会先做啥物动作？好，上头先咱会先入水，啊，入水了后，第一当中无喷的时阵，咱先试看麦伊的冲洗方式是啥物款。伊有介绍伊冲洗方式，但是咱拢无试过，咱只随甲试予大家看。嘿，啊，我先来入水。
啊，咱即马水入甜啊吼，伊这有分大便甲小便，啊，听讲伊的官网有写这五级线风冲水式，啊，咱为了方便的心，咱拢以同介大的水量落去甲冲，就是用大号落去冲。咱个来看伊的五级线风冲水到底伊的冲水方式甲咱一般看到有啥无同呢？三二一。好吧，安静，要开始来喷啊嘛！啊，我用手机啊计时十秒，因为你该甲土吸开的时间，所以咱逐卡拢同款十秒安尼做公平啊嘛。哦，好，好来，三、二、一，开始。十秒，好。啊，这阵嘛是安尼，十摆八倒的。不要紧，安静了，开始冲看麦。好，好来，我冲落哦。你来看一下。三、二、一，冲！好啊，咱即马冲好啊！第一卡试起来情形是安尼，大部分的皮土拢总冲掉啊。啊，即马咱会看到一粒一粒的时，这应该是他拄啊挖迄个砖、迄个陶土、迄、那个土较黏，所以伊去黏着边啊安尼。啊，咱即马即卡试起来就安尼，咱嘛唔知白卡安怎。啊，咱即马来比较白卡，较等下试起来的时，咱就知影每一卡的状况啊。好，咱第一卡切了啊，你第二卡要切啥物物件？第二卡咱来切这 HCD 的好型的，它的牌价22,000多块。啊，咱即马最入甜啊！啊，这家是虹吸式的，啊，咱要甲试水啊！来，我看一下哦，三、二、一。这看起来，他拄啊，迄家咧冲的方式，那个咧无啥像。就是逐间因咧冲的方式，拢无同安尼。看每一间的厂商，伊有每一间的冲的方式啦。伊啊，进来要开始来喷啊，我画哦，来哦，三、二、一。十秒，进来试落，看伊冲水的方式，啊，甲伊的涂层安尼。好，来哦，三、二、一。好吧，安冲了，你看到啥物物件？敢若较清气安尼呢？啊，不过同款，咱的粘土的物件颗粒，我较黏的，伊嘛同款有黏的边啊。啊，佫有一点啊，袂记讲啊。伊涂层关系到咪冲水这瞬间尔。有涂层的物件，佫有关系到的就是，俺要洗马桶、要切马桶的时阵，伊会较好切。所以这个物件，因为俺较早有切第一个啊嘛。俺上后尾啊讲，大概切开感觉安怎？好啊，好啊。哦，咱第三卡要切就是凯撒威伊的。这卡牌价26,000多，伊的冲的方式是喷射虹吸，所以咱同款较等的依然是直接甲试看卖啊。来，啊，咱即摆试落啊，三、二、一。伊的水就是为顶管遐流出来的，啊，过啊扩散较贵的安尼，甲一般看到拢无。边啊用出来，但是伊下啊同款只有通啊冲啦，遐佫有一口用去冲出来。今麦要喷头啊，同款喷十秒。好，好，来哦，三、二、一。十、二，同款做平均的来冲看卖。好，三、二、一，冲。同款，咱的皮土的部分吼，依然是有冲落啦，但是这数量较侪。啊，过来，伊冲水的方式，伊的出水孔这双柄只出来，啊，扩散较扩散安尼过来，啊，头前只无出水孔，所以因为话马桶头前伊只边啊周围拢会有出水孔嘛。嘿，有诶是旋转伫即内底，拢有出水孔加减的辅助功能。啊，所以伊只头前纸拢会含只吊的安尼。只吊的。有一个关系就是伊的出水孔，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因为咱只无抓水平啦。嘿。遐嘛有可能有关系安尼啊。有可能啦，嘿。好吧。啊，第四卡要切的是啥物物件？咱第四卡要切的就是马桶这 LV 土土。嘛是足侪人爱用的品牌了。嘿，这足侪人咧使用的品牌。啊，咱这依然是同款加入水，啊，较早个试水看。冲力安怎？啊，伊即卡本身公司讲的这是水龙卷啦。诶，土土上有名的就是伊水龙卷嘛。等下冲个，大家知影啥物状况啊？系啊。啊，这个牌价是21,600块，啊，要来甲冲啊，看这水龙卷是做安怎。
像咱头拄啊在冲的时阵，伊的水就是安尼，只冲过来的时候感觉无讲足大，但是伊冲到底的时候有听到落一个一声咧。周围哦旋转的瞬间落袂安尼哦。嘿，啊，咱若要装这的时阵，爱会记得一定要有排气。你若无排气的话，装这只有当时啊咧冲效果就无介好。好啦，安静，要开始喷啊、哦！三、二、一。啊，要冲水啊！你来看一下。来。三、二、一，好吧，嘿，真冲了啊！你看到啥物物件？吼、哦，其实咱冲掉时，咱有看咱皮头的部分哦，依然是拢冲啊足清气。问题是，迄、那个有颗粒的物件，可能就是咱迄个土的关系，或咱的泥土较黏，所以感觉依然会黏在边啊。啊，边啊，只要感觉冲较无清气的所在，依阮咧看，应该是阮的水平坑了无好，所以才冲。凯撒还感觉呐，水平坑了无好，所以有点啊所在拢冲无到。系啊系啊，应该是安尼。啊，咱头拄啊，大家观众朋友看，阮随。啊，水冲的效果看安怎，大家拢有看。啊，咱今嘛要搁试一个较严格，就是讲每一卡我拢总甲困十秒钟，三工啊，互打起的时候，咱搁来试讲啊，伊冲起来的效果安怎？来，啊，咱今要开始来喷啊。三二一，十。啊，大家看，我即马四脚马桶拢总甲喷好啊！啊，咱就第一只甲放三工，三工较来试试哦。大家看嘛，倒一脚较好冲。好吧，即马经过三工啊，按三工前有甲遐马桶砍开做一个封印嘛。系啊。按进过来开开，看一下伊内面发生啥物代志，变做啥物款啊？好，来，咱一脚一脚开哦，大家看卖啊。好吧，安静一点，开开啊，看到内部啊，感觉上拢差不多呢。逐工食食拢边啊乌啊。啊，你敢有较看好对一个，感觉会当冲较清气的。真安尼看的时哦，我原底是想讲妥妥的啦。啊，不过像真安搁看过，可能好像即个冲法较清气。因为我感觉是一连放三工啊，可能拢打伊啊，若用水直接冲，应该是冲袂开啊，可能嘛是爱用切的较有法度。可能爱用海绵洗较洗。所以等下冲看卖就知影。会啊，咱一家一家来甲试看卖啊。即届要测试进前咧做啥物调整？咱进前饲的时吼，涂骹我无甲加水平，啊，所以有当饲起较袂讲会平均，啊是讲袂稳定。啊，咱即摆调工甲加水平啊，即下大家用去看一下。水平加好个时，较落去冲，安尼较公平。啊，咱进水入边啊来试看卖。啊，咱第一家是用可乐，要来见证奇迹，要冲水啊！来哦，三二一。好吧，哎，我讲冲落，伊个脏污拢无冲掉，啊，其实这嘛在咱的预料之中啊，因为一定放三工啊，迄拢一定打野，哪个冲会掉，一卡位当会伤下面，广告效果拢同款。哎，好过了外好啊，你销路超足多。真啊，迄个真啊伤下面啊，实际结果当然嘛无可能安尼，因为咱有用黏的物件，啊，佮放三工打野，所以你有准备海绵，要来切半片，看好切啊，歹切啊呢。系啊系啊，我来切看嘛，切落大家看一下。好吧，你甲我嘛是轻轻啊切，虽然话所在可能黏较掉，切较袂开嘛。系啊，啊，不过足侪所在嘛是轻轻啊划个开啊，而且安个袂用马桶清洁剂。温水落去切了呢。啊，所以这是第一卡切的状况嘛，啊，你记一下迄个手感的，啊，后壁同款切看卖。每一卡拢甲切看卖，啊，上后壁再来讲安尼。好啊，好啊。啊，咱即嘛第二卡要来切好型的，我水同款用甜啊，来同款甲切水一下。啊，进水冲完啊，不过嘛是油完冲无啥会起来，同款咱爱用海绵甲切看卖啊。啊，阮拄啊安尼切的时哦，同款无用清洁剂，即卡切了，咱搁来切第三卡。啊，咱今要来切第三卡凯撒，油完我做入甜啊，啊，我来甲切一下。
哦，你水白加好啊，头前就冲会到啊。所以迄阵头前冲袂到，是因为水白的关系，无共加好。啊，真来较公平啊，水白有加好啊。冲落去，同款，尤其是冲袂起，我同款用海绵去控啊。啊，咱今要来切第四开，这土土啊，游完水我甲入锅甜啊，咱来试一下。这是预料范围内底，好啊，你直接起切看嘛。好。好吧，俺进四骹马桶拢起了嘛。系啊系啊。啊，你有感觉伊对脚涂层较好安尼吗？其实吼，四骹咧是拢足好切啦。啊，不过有感觉这骹咧是较顺手安尼啊。啊，其他三骹是拢相像啦。啊，因为你脚骨咧切的时阵，拢用清水去甲遐土切开啊嘛，啊，拢无加任何的马桶清洁剂。啊，这部分你有啥物会当分享给观众朋友吗？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即卖不管倒一间公司吼，伊的纳米涂层拢做了。所以咱也咧清洗的时候尽量建较中性的，卖去破坏伊的涂层的时候，这马桶等于用较久，伊的纳米涂层咧使用的时候，嘛较袂遐紧就去要破坏，往咧足容易清洗安尼。因为你有去换过足侪古早的马桶的，拢迄阿桑阿伯啊，拢用个盐酸一直转转，甲伊的涂层拢无去啊。虽然用伊的功夫啊，伊的技术，甲伊的马桶抹甲足平啊嘛，但是啊，若新的马桶来的时候，就是尽量用中性的。对，清洗，安尼你后壁的马桶无破坏着涂层，你也做好保养安尼嘛。系啊，所以有当阮出来咧讲真，我嘛是拢会讲尽量用中性的啦，较袂讲哦，迄个马桶用无偌久了，像较早安尼，愈啊较土，还佫有材料，愈较紧死死，还真正有够厉害啊。对啊，因为咱较过用清水，啥物物件拢无加过，轻轻松松就把遐土切掉啊，安尼给人证明，因个涂层拢袂歹。系啊，真嘛足进步，逐间做了拢袂歹。当然，咧切的时嘛是有一挂细部的差异，大家看画面就知影嘛。啊，经过今仔的影片，大家就咱看到因逐间无同品牌的马桶，因的冲水的总共是安怎的？对啊，对啊。啊，佮因的涂层到底好阿歹，大家可能咪看会出来袂？我佮唔知影。家己真正看应该看有啦、啊。其实吼，这逐间涂层拢袂歹，还是拢新鲜安尼啦。至于伊用久，还是用了时间较长的时，后日涂层会变安怎？这阮无实际用遐久，阮嘛唔敢佮恁讲。原本是要放一个月，啊，佮来。冲水的啊，真正无法度囥啊久，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空间啊。好啊，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拜拜。这四骹我真拢用清水来甲擦啊，足清气啊。拢唔免用啥物清洁剂啊？唔免啦，你拢唔免，真个拢唔免。